朋友们，很多人都在找大地之树啊。大家好，我是铁牛，我现在已经到了大地之树，就是这个地方啊，国道317，这里离那个尼玛县呢只有36公里，旁边的话呢是达泽措湖啊，千万别走错了。这里还有一个标牌，那这里大地之树国道317 R442R， 就在这个南安这个地方啊，那上面有经幡，千万别走错了，就在这个地方了。R442 R442 R442。很多人啊来了西藏就是为了找了一个大地之树啊，毫不夸张的说，全网都在找了一个大地之树，希望自己下次来西藏的时候能够拍那个大地之树啊。但是呢，很遗憾，很多人都没找到，我们今天就找到了大地之树啊。我在这里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大地之树的这个怎么找啊。第一，我们从班戈到这个尼玛县，就会经过最后一个湖，叫什么湖？叫达泽措湖啊。到了达泽措湖的时候，你就开慢一点，一定要慢哦。慢的时候，你在路上看到这个317的一个路桩，看到这个路桩，那上面写着2442，你就在这个地方停下来就可以了。我们肉眼是看不到那个大地之树的，一定要拿张无人机飞到100米以上啊，你才能够看到大地之树。旁边呢也有一个招牌啊，是一个广告牌，不知道是谁画了一个油画画上去的，也是挺容易找的。那么这个大地之树离那个尼玛县城有多远呢？差不多只有36公里啊，你在导航上可以看得到的，只有36公里，还是应该比较好找的吧。今天咱们还是比较幸运啊，一下子找到了。我看到光的方向，看到了吗？那里就是尼玛县城啊。朋友们，我们已经到了尼玛县了啊。每次到一个县城，太阳就下山，
改折，明年去改折。啊，那里看到一只藏獒了。这个尼玛县城的房子啊，有个特点，就是它的楼层都不高啊，都是两层高。这是我在路上看见第四辆车了。哇，注意安全。八龙桥到这里还有一个加油站，还不错，我就怕旁边都没有加油站。不过咱们从尼玛县过来，看一下这里，往左边走，改折线。这是一个镇还是哪里啊？还有一个加油站，不错。不过咱们不需要加油，阿索加油站。哦，还没有开呢。这里有加油站，这里有一个小村子，咱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吧，搞这里休息一下。跑那么远啊！看一下这房子都没人住了，感觉都一个人都没有。咱们把车停在这个村子门口这里，你看，这停这里就比较不错。你看，这个村子里面好安静啊！一个人都没有。来，四辆车这里回来了啊，去扫地。哈，还芒果呢，芒果也在这里是吧？啊，哈，花过来，快点！你不要搞丢了。走了，走了，我们走了，走了，对，走了，走了，芒果。